据大媒体报道，天后阿妹张惠妹人红是非多，过去曾因为对外甥女安娜疼爱有加，一度令外界误以为安娜是她的私生女，近日又遭娱乐名嘴郑一翔在节目上影射歌坛重量级天后刚入行就有小孩了，令阿妹得知后非常生气，以委托律师提告，之后也会把结果公开捍卫清白。郑一翔在节目中爆料某重量级天后在刚入行时就有小孩，还称之前天后上节目也曾提过孩子的事，后来被一位综艺长老级人物为了将此事销声匿迹，将影带版权全部买下。接着在主持人吴宗宪的怂恿下，郑一翔更当场说出该天后歌曲《心痛比快乐还要真实》，这是阿妹知名情歌《其实》中的一句歌词。媒体报道，经纪人陈振川透露阿妹在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过去是不想计较，想不到这么多年后又被拿出来讲，所以委托律师提告，并会将结果公开捍卫清白。至于在节目上爆料内容遭阿妹提告一事，郑一翔对此回应，所说的内容并未指名道姓。